安播足球快讯，2021年5月26号。中规中矩的瑞典人。众所周知，瑞典在欧洲足坛从来都不算是一支传统强队，但他们就有着同传统强队较劲的能力。究竟是什么令到他们有这样的魔力呢？一来，瑞典人具备天然的条件。瑞典球员在身体素质和身高方面对比起其他欧洲队伍都要略胜一筹，这个比瑞典在高空波的争夺上占据一定的优势，而且瑞典更注重的是团队精神。不过脚法最为细腻的伊巴谦莫域因伤落选，而队中很难找到另一位能够替代他位置的球员，连迪路夫、科斯贝治和马古斯贝治将扛起瑞典的大旗，预期球队能够小组出线已经算是完成既定的目标。你听紧的是安播足球快讯，记住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同赞我们的专业。本直播提供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NBA 等精彩足球、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，立即下载 M 直播，随时随地。